以前要生我的时候，他希望生出来的小孩会是那个一直过敏的小孩。他使用会像，他忘记爸爸的鼻子有过敏，所以他就希望那个生出来的小孩的鼻子是跟他自己的老公的鼻子一样。结果结婚之后生下来，他就发，他就。啊，你们的继续写。后来呢？他就发现，把他娶的那个老公会一直打喷嚏。后来他生出来我的时候呢，过了我变中班的时候就一直就。在里面打到人，因为平常都会擦脸，只是因为今天阿妈去看阿昼，所以没有准备毛巾，因为他太急了。这样子，所以他就去看阿昼。会不会写？好，然后第四题也是。把它写上去。